بس.是谁？胆敢绑架本总裁！恭喜您，作为废稿撒旦恋爱，我的纯情娇妻小说的男主角，您获得了重生的机会，将要穿越到霸总们都会下榻的那晚的得酒店，成为总裁龙青，从而获得第二次作为总裁生存的机会。你是谁？啊！我警告，绑架本总裁的代价，你是负担不起的。 就是你所在的那本小说。可笑，我怎么会是虚构的人物？准确来说，你是被抛弃的小说人物。不可能，我会被抛弃！你给我出来！啊！你被这本小说的网文编辑抛弃，已经扔到了回收站。 本来您和你所在的世界已经不存在，现在系统决定给你一个机会，去到霸总宇宙的中心，内瓦兰德酒店，作为霸总中的霸总重新生活。霸总酒店，霸总中了霸总。特别提醒，那位想要消灭你的网文编辑也在酒店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找到他，也许可以找到答案。什么答案？系统已经启动，祝您好运。 等等，这是第324号榻榻经理，您过目。我知道这些事情。 有点离谱，你如果不相信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会拥有列爵他们的记忆。但我知道的是，我不想再跟你分开，所以，我必须要确定自己的身份，才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原来，他是我删掉的小说男主角，我甚至记不起来他之前叫什么。 我必须找到那个删除掉我的编辑，他也在酒店的世界里。或许找到他，就可以找到我存在的方式了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会再次消失。所以。 请允许我向你求婚。这是原本的我最珍视的一枚戒指。只要你戴上了它，无论我变成了谁，都会找到你。嫁给我吧，于欣欣。
这枚戒指是你外婆送给你的，让你在今后有喜欢的女孩的时候就会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从小是你外婆养大的，你外婆去世后，这个尤其的重要。上一个的女主角，也是因为意外捡到这枚戒指，你们才相识的。什么是你？ 数据，就问你这个月数据下滑是怎么回事？数据是什么？你听不懂吗？霸道的风，有这样的总裁吗？哎，你是第一天来上班吗？霸道的啥样你不知道吗？你都编辑几百本，今天晚上给我整改方案。数据差的那一本直接删掉了，别再上班耽误时间。可是我，直接放弃。 所以我这人生就直接粉碎了吗？因为什么？数据。对不起，我要好好保护好你。只不过，你作为男主角那本书，它的点击量实在是太差了，这整个弃稿。我不是说那本书不好啊，就是网络。 它是需要点击量才能去判定这本书是否有价值。所以我的存在根本就没有价值。是的，听说。是贤贤，我以为。 你是我在这混乱世界里唯一的光，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还真成了我最爱的人，原来是杀掉我的人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 希望你可以诚实的回答我。漫长却悠远，藏着最后的谎言。已有如清泉，一泓水涌漫过指尖。隐隐约约，心心念念，思念如何触碰命运的和弦？你是我的指引。